大同志，哎，您也吃过很多次了吧？这是何时候？您很有学问，哎，我就是一般细节。我考您一个字，很深的字我可不认识。你这去了木念什么？Yeah.
代就算了。可是我要问你，你回答他的像话，来言去语，所问所答。开始，再来。请您注意啊，您就看常宝坤的脑筋路说，在这中圈之内，我绝不能说出那个可那个字来。这是一个女字旁，它是一子的。这字念什么？是念的。一说全都没了。念出全没了。好啊，大同志，哎，大同志，好啊，彼此。我看你这个身体也很好，胖。一个都胖。头上长好啊，疼外疼外。您那老爷子好。我父亲在老家种地，您家没有地，说起来得感谢共产党，土地改革分的。分的这个地怎么样啊？可以，可以，院长。要可以那收成可就得。不灵。要说现在农人打的是劲，辛苦喽。你辛苦生产不就丰富？您那老太太好了，我母亲姚丽山，她不顾个人的，哪个心机？也难怪，顾个人没有自个家里人操心。尤其您那老太太做菜做饭，那可是真讲的。谁在您家吃完了饭，谁都说够味儿。老太太那么大岁数，精神还挺啊，足够多。那大哥好了，我哥哥参军了。好，现在的人参军那真是最光荣，尤其是人民解放军，那个军力是真严，要不然的仗就打得那么死硬。解放哪儿老百姓都夸人解放军，小弟嘞，像嫂子好啊。我嫂子在工厂做工，现在的工人比从前可。小弟，大的待遇一定就得提高，一提高，您家日月不就富裕了？哎，富裕了，您本人的好了，我做奶奶呢。现在的奶奶比当年小，您的妹妹好，我妹妹结婚了。嫁的是什么主啊？对方也是一位劳动力。我的们这夫妻感情倒是和美，和美。那你和美的共产党头里就闹出了孝顺，孝顺父母那才算。对喽，他就是不说那句。您家这个小孩们都好呀？小孩念书，念书的成绩一定得不错。可就是他们都长湿气，我实在不敢买点药擦擦呀。买了多肚子就病了，擦上没有？擦上了，也擦上就这样利索了。一利索，我们就干净，一干净也就除根，一除根成就没了喽。我这一万块钱的礼物，拿钱吧，我把我几个就胡说八道。咱老不认输，你输了，我输完钱我可配死你。什么？您这个家庭？这叫模范的家庭，您不要过奖，我们要向您学习。是，你看您家风俗亲相识，叫您家就赚钱了。应当啊，全要去劳动生产，将来全国解放，世界打同。到那会您家日月可就好喽。哎，你输了，还是说出来了。